今天一大早，本小马就驾驶着豪华游艇出海钓鱼了。说到这儿，有些小伙伴们可能要问了，哎呀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勤奋呢？哎，那是因为在远远的深海中还有好多的大鱼等着我钓呢。看见这个图鉴了吗？我的目标就是钓到图鉴里的所有鱼。嗯，钱不钱的不重要啊，主要是享受这个过程。嗯，这是什么鱼？竟然值80万美金！今天就钓它了。啊，钱不钱的不重要。走你！现在这片海域里都是一些绿色的小食人鱼，但是我们的今天目标并不是它。哎，这条大鱼怎么背着还有的刀疤呢？我看样子这条刀疤鱼价值不菲呀，赶紧钓上来。14万，果然是条大鱼呀。这一次我们装备5万美金的大鱼钩去深海探险了。哎，真，你这条小鱼怎么老跟着我的大鱼钩呢？走开走开，我的大鱼钩可不是给你准备的。哎，这个是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深海僵尸鱼？快上钩。这么大一条鱼不知道能卖多少钱呢。这是什么鱼？竟然比我的轮船还要大！难道这就是那条价值80万的深海大鱼吗？哎呀妈呀，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！大鱼怎么排着队往上送呢？我们先把这条僵尸鱼拉上来。哎，25万美金。不愧是深海名贵大鱼哦！好了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赶快去钓那条深海大鱼吧。